怎么那么厉害？这边有吗？左边的朋友有人知道吗？新马楼前，你们要听快的还是慢的？快的也是啊，因为其实唱慢的，我叫老师来也跳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动感一下？对。而现在手上大家都有这个幼儿的纪念品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、哦，所以所有的好朋友，等一下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节奏一起摇摆一下哈。好，既然你们想听快的，然后可以让我想，那我看一下你们的热情好吗？你们热情可以吗？可以的朋友可以吗？除了掌声以外，有没有来点尖叫声？Thank you.